那我们是明明就我建明，我是俊明。那今天呢，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企划，就是我在想，当双胞胎有一个人晕倒了，阿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我们想要来实测看看。我想阿公应该就会很担心我，然后冲过来想那种，那电影里面那种，就要把我这样拉起来，然后叫温馨感动。哎、欸，你没事吧？你没那种感觉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我预期是这样。走。你没事吧？你没那种感觉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。啊，这听还可以变成啊。好厉害，厉害！嘿，惊死我！来，起来，起来啦！阿伯的，来，弟弟回去。无要紧啊，无顾顾伊倒一下啊。可以去清醒，降温，去惊死我！建明啊，起来哦！你医生怎样啦？没给我。救护车无？这是要安怎？要叫救护车无啦？好啦，紧拍电话。天啦，太大安尼啦！你关心一下，你敢无要紧？无要紧啦，无要紧啦。没事吗？安尼无要紧吗？要紧，我要当做医生。